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咱顶一集讲到讲，这个约瑟，和伊兄弟卖掉了，伊这个大哥，等下厝，等下到这个因住集的所在，这个看讲哎，那小弟哪会无去？约瑟先生无去，结果人家报告讲，约瑟已经卖掉啊，卖二十两银。哎呀！这个做老大的刘辩一个听到讲，哇，是啊，是啊，啊，但是啊，等于绝对歹交代啊，因为本来照伊的意思，伊是想要解救这个小弟回去，哦，大家和平安尼就好啊啦。但是想袂到，想袂到，就安尼伊无伫咧时阵，就安尼伊无伫咧时阵，竟然才拄好。如果这个生意人来时，老大闹伫咧，老大讲话加减也够影响力。伊若话无要，大家可能唔敢表达意见。但是拄拄啊，伊无伫咧啦，从安尼。一时啊，久的时间，这个小弟无去啊。这个大兄心情真歹，甲大家参详，讲安尼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大家讲简单嘞，简单啊！伊穿这件衫，你有看无？这件水衫啦，我若看到这件衫，我就倒单啦，吼！即卖这件衫吼，紧嘞，咱即卖抬只羊啊，将这羊的血吼，甲转喺顶头，来我转头一个，看到这件衫，我就倒单，我就生气安尼，愤慨安尼，啊，这件衫吼。等下，咱规个来，规领衫拢回去吼，咱才转去。啊，甲老爸骗，骗讲诶，路顶捡到的啦，路顶捡到这领衫，这领衫，什么人诶？老爸，你小可认一下安尼。欸，大概是个合作了吼。欸，唔好，伊那讲伊那笑呢。老爸，这领衫什么人诶？哈，安尼就露出马脚去啊。啊，没事，大家足悲伤诶。哦，讲老爸，这领衫你甲看卖咧，我若感觉这领衫。敢若亲像足像咱小弟，我所亲爱小弟所穿的迄领，你家己看卖咧，安尼唔才有成。咱是唔知因为彩排过也无啦。啊，反正就是真正带只羊啊，将只羊啊血，转改领衫，转到规个拢是，然后将迄领衫提登互伊老爸。迄十个人排一排，唱伊就哭条啊一排。老爸啊，代志莫代志大条咯，我们倒来路顶，那你捡到一领衫，一领衫。敢若卖算是小弟的衫，迄提领衫的手敢若佫小可佫会踹踹准安尼。讲老爸，你赶紧看卖咧。当然，对于这个老爸阿哥来讲，伊完全不知情。雄雄大了，看到这个情景，心头一惊，讲我看卖咧，啊有影？这领衫，这领衫，人咧讲就是，互你烧做富，我嘛会认真。这领衫。是我为着我心爱、上解爱的这个囝所做的衫，那规领衫拢会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人伫倒位？人咧？唔知，老爸，人无看咧，无看人，敢若看到衫？但是照阮判断，伊阮常常伫野外咧走，照你讲，已经互野兽食去啊！什么？我的囝一日出门就无搁再回来。竟然让野兽吃去，是照理来讲，一个十七岁囡仔应该无啥可能才对呢，唔是七岁呢？危险伊敢袂晓保护伊家己？伊若袂晓保护伊家己，我有可能派伊去。我国一个听是心中感觉真怀疑啦。哦，因为这个一般的人来判断可能性才是真低，但是看到伊头前十个兄弟，大家拢讲一定是安尼。老爸，你伫厝里唔知，我伫外面在走，人生发生意外，真歹讲。哦，拄到野兽真歹讲，我有时阵是加在阮十个做伙，迄若真正一两个吼，我那真危险。凡事阁有即个兄弟走来跟老爸讲，老爸啊，啊你嘛真正伤过大意啊，你乃叫约瑟家己一个人去找阮，这都是你的唔对啊。哦，反正大家伫遐咧悲伤啦，当然是假的悲伤啦。啊，钱第二日底下都要烧烧咧咩？哦，哎，二十六十个人咧买一人分两两咧，哦，是无济啦，啊嘛袂歹啊。第日落地啊，第日烧烧啊！但是总是老爸的伤心啊，老爸伤心是真的，因为就算真正这个代志，其中有奇怪的所在，但是这个囝已经无去是一个事实。哦，这个囝无搁再回来也是一个事实。这领衫内面拢总会也是一个事实。所以这个阿哥非常非常的悲伤，非常的悲伤。其实你讲伊敢有怀疑，加减有怀疑，一定有怀疑的啊！因为咱刚才讲这个山顶面顶面这个花，羊的这个花甲人的花，较早是无这个 DNA 通鉴定啦吼。纵使呐，伊这种因种常常有在杀羊的人，
应该是真容易判断才对。不过事实摆在眼前，这个囝无个做当来，留下一个悲伤的老爸，以及迄几个兄弟。就当以后圣经记载因的故事到这为止，但是重点就刷去到伫约瑟的身躯顶啊。咱讲约瑟有够衰啦，无代无志去看各个娘怎样卖掉，这种的遭遇伫一般的人的人生中间，可能你感觉讲真歹拄着，但是其实无一定。你会感觉足侪足侪不如意的代志，真侪意外发生，其实拢并唔是伫咱原生所料想会到的情形之下。大部分发生拢是咱想未到的时阵，囡仔都快乐出门，想未到一个出门无当啊，种的情景伫咱常常看报纸，咱拢有看到。那这种人生的悲剧，常常都是会发生啊。所以咱若无拄着这款的人，实在讲起来咱是真幸运啦，真好命啦。但是拄着这个代志的约瑟，犹原维持一贯的作风。什么款的作风呢？叫做少一根筋。现在我来讲呢，因为约瑟被卖掉了，竟然未去迄个所在，伊嘛还过安尼天天啊快乐快乐啊。因为圣经记载，约瑟未去到伫法老王下面。一个副会长，哦，未去因家，未去因家了，慢慢慢慢伫因家做总管。那伊迄阵17岁，要做个总管，圣经是无记载，但是咱那个小可判断大概啦吼，至少做一个3年5年吼，真正常啦。哦，17岁方卖掉约瑟，伫迄个所在做奴才做奴隶，大概做3-5年绝对走袂去。做到差不多20岁，做到22岁，甚至呢，佫做好较久，哦，这一定的啦。所以这段期间，约瑟底下圣经记载讲，约瑟真快乐。约瑟并无因为被卖掉，伊就感觉家己，敢那讲真衰也是安怎。所以我感觉约瑟这个人，加减也表达出咱人类一个真坚强的一个生命力。无论遇到甚物困难，我要活下去，哦，我继续快乐个活落去。但是这如果换做一个比较比较多愁善感吼，较会晓想吼，啊较够烦恼的人吼，大概伊无法度像约瑟安尼。凡是逐日坐伫门边看月亮咧想故乡咧，咱毋知。但是圣经记载，讲约瑟伫遐，约瑟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约瑟工作拢做了真好势。圣经简单几句话，确实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。什么原则呢？就是当一个人敬畏上帝。当一个人真单纯仰望上帝，虽然伊个环境真无好，但是伊在其中却无感觉真痛苦嘞。你讲你哪知影无痛苦？这道理真简单。如果约瑟伫因家做甲真痛苦，无可能到最后，这个主人怎啊甲讲？厝个代志拢交代伊就好啦，我拢无要插啊。哦，迄个法老王叫我要创啥，定定嘛是爱出差啊，因为法老王定定爱出境去啊咧。去世界去行行看看，伊爱保护法老王啊，所以这个主人定定嘛是无得嘞，定定出门吼，一日出去拢过了刚才有回来，啊，真无闲啦。但是伊竟然真信任，讲约瑟啊，这个厝拢交予你啦，我拢不管啦，哦，什么物件放伫倒位，啊，咱倒个钱，啊，咱倒个人人事，什么物件我拢无咧插，我干那回来尔，我当食饭尔啦，出了大事吼，我拢无咧插啦，拢总交予约瑟。咱对这个代志的结果，咱会当推论，约瑟一定是表现了非常的优秀，才有法度得到这个主人对这么信任嘛。而且约瑟讲起来是个外地人，伊也毋是本地埃及人，咱即马讲起来，敢那是外劳的对啦。哦，约瑟是伊的主人去市场买转来的一个外劳呢，竟然一个外劳哦，伫伊的主人的面头前有法度做到总管的地位，安尼可见。约瑟一定是真优秀。约瑟一定时阵吼，差不多你啊看差不多20岁吼，当得少年，真快乐，啊体力又好，那交代做代事吼，拢真骨力做，所以互这个主人非常的满意。所以约瑟一定，逐日一定拢真笑面，一定拢真快乐，因为一个青年人，你会感受到迄个生命一个活力伫伊个身躯顶。如果约瑟若自暴自弃，我来遮衰，我先啊，阮兄弟卖掉。伊若家己是一个真悲观的人啦吼，我相信伊无可能后来会当争取这么好的一个地位。所以约瑟这个人，咱分析起来，我咱常常讲一句话：
这个人的一生不是环境在决定，人的一生是个性在决定，个性决定人的一生，不是环境。你只要个性好，环境就算歹，你也会出头天啦。啊，你个性若歹，予你更加好的机会，机会予你，你也无法度通把握。你个性太歹，你拢糟蹋掉去啊。约瑟这个人个性好，予伊兄弟卖掉，咱当时阵可能还阁推推戆戆，但是伊的心呢真单纯啦。所以予伊哥哥卖掉了，并无因为安尼就来怨恨伊的哥哥，颠倒。约瑟一个足简单的人生观，就是我伫这个所在，我就将眼前的代志做好，吼、哦，卖个回收过去，也卖伫遐孝顺未来啦。咱目前的工作做了好，安尼上加重要。这个人生观，这个价值观，影响约瑟。约瑟相信讲，上帝带领，人会唔对，上帝拢变唔对。就算咱人有做错误的所在。上帝在这个人的错误之中，嘛有缘当完成上帝美好的旨意，这是约瑟的心中非常相信的物件，所以伊才有法度安心在这个总管府的内面在做伊的工作。如果约瑟伊的心若无来挖苦上帝，伊规日伫遐，那以这个年纪来讲，凡事定定饮酒，凡事拢正平淡，无爱做代志。啊，你有才调，你甲我拍无要紧啊，我互你拍急皮皮啊。啊，咱叫做叛逆期嘛吼，约瑟这个年纪应该是叛逆期啊，但是真奇妙，那叫做戆人有戆福，都是因为约瑟一个大条件的人，约瑟一个未计较的人，所以有好也有歹，吼、哦，歹就是歹在讲伊甲伊兄弟做伙时啊，伊拢未晓感觉别人对伊的这个反感，伊拢感受袂到，啊好就是讲，就算拄到这么样无好的代志，伊嘛是感觉无要紧，伊有相信上帝会带领伊。所以因为安尼，伊的单纯嘛，保守了伊伫迄个困难的环境中间有真好的一个表现。所以当迄阵表现了真好的时阵，这个主人已经真放心，将规个家庭拢交予伊就对啦。所以这个故事照你讲也无啥物好发展呢。啊，约瑟方卖掉，讲起来真可怜。头前这段讲起来，人会流目屎，讲啊，这个囡仔真可怜啊，真歹命呢。但是后边看到伊安尼，安尼嘛是袂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都人生嘛吼，啊，拄到这个衰好的代志吼，啊，到目前有一个好的归宿，安尼嘛是袂歹。啊，咱都看卖咧，看呐，倒是伊这个主人大发慈悲吼，去市场，搁去买一个较水的查囡仔，买当阿互做某，安尼故事圆满来结束，人生也就是安尼尔尔啦。真有可能这个故事本来应该安尼发展才对，但是本来是安尼发展，雄雄半路抬一个天价金出来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，这个人出来了，完全破坏了规个故事的结构啦。啊，这个人什么人呢？啊，咱呢小看休困一下，等下老三来介绍一个重要的人物要来出场啊。欢迎等下老三的节目，来赶紧赶紧赶紧！这个平凡又个带衰的约瑟，照你讲，伊的人生原本会当有一个未歹的一个结局，已经找到一个好的位置啊，已经得到主人对伊的信任嘛。二十几岁尔，伊的未来看起来，真安定，未来看起来无啥物危险，咱就等。但看水母通穿，哈、啊，安尼平平安安来过生。说想袂到讲半路杀出一个天价金，什么人呢？原来啊，这个主人因为常常爱对法老王去出巡呐、啊，哦，这个埃及的巡土地这么宽，埃及的事业吼，埃及的这个国土这么宽，埃及要做的代志这么多，法老王绝对真无用，逐摆若要出力，哦，当然。咱这个副会长都在对伊行咧，所以这个主人叫做波提法吼，定定拢无伫厝，定定无伫厝，造成一个危机啊！这个危机叫做家庭婚姻的危机啊！因为常常你伫外面，啊厝的呢，太太伫厝的真无聊呢，真无聊呢，
这个太太在厝里讲，哇，规工拢无看到翁，我阿个无一个人生的一个什么目标通去达成。倒那茶来，咱就甲啉吼；啊，那饭来，咱就甲捧安尼。这个人生在讲足无聊的啦，大家干那穿水水，佫无人通通互你看安尼啊，啊，无人甲你开讲安尼。你也知影吼，一个负责人，伊的心常常会感觉讲爱甲人讲话，爱甲人讲话。那无人甲伊讲话吼，伊会感觉足痛苦的呢。但是因为伊的先生定定无得咧，啊，定定无得咧，那一个甚物代志要找要找甚物人，当然要找约瑟啊，因为约瑟是主人交代嘛，吼、哦。那出了什么代志吼？你找约瑟就好啊！啊，我即卖对反王出来，即摆出去出去一礼拜，我若看到水的物件，我才要等来给你。因太太凡事底下咧生气，唔免啦，买遮济，厝已经足济啊！水的物件、贵重的物件，什么手指啦、破链啦、胭脂啦，拢有啊啦，唔免去买啊啦。我比下你用这个时间吼，陪我开讲，啊，用这个时间陪我散步。主人讲无法度呢，无法度。你也知影我事业真无用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赶紧哦，紧嘞，你别话。换老王，哦，你甲我叫啊，赶紧赶紧，吼、哦，啊就走去啊。所以这种代志常常咧发生，所以这个太太常常感觉讲，伊的心安尼真寂寞啊。啊，因为呢，常常甲约瑟安尼话来话去安尼吼，约瑟其实是十七岁搞囡仔咧，吼、哦，但是慢慢过两年，过三年，哦，慢慢约瑟嘅地位是愈来愈重要。无可能讲约瑟起嘅第一年就做总管，无可能嘛，绝对无可能嘅代志嘛，吼、哦，总是要从基层做起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个约瑟拄起的时候，大家加减泼茶啦、打水啦、吼，啊，流涂骹啦，拢做这个较卑微的工作。嘿，啊，那后来人发现讲，这个囡仔吼，真单纯，这个囡仔呢，真有笑容，啊，这个囡仔品行袂歹，真得人欢喜，得人疼。所以慢慢慢慢交代做一寡较重要的工作。嘿，结果代志交代伊拢做较好势好势，这个囡仔能力不错，吼，袂歹。啊，一路一路安尼行，所以我唔在咧判断，圣经无写，但是我咧判断。伊若做到迄个总管，差不多五年讲起来正常嘞，吼、哦，所以阵已经差不多22岁、23岁的约瑟，倒来是17岁高囡啊，但是那个20几岁，圣经记载约瑟佫生出一表人才嘞，生出佫袂歹嘞，啊，这个主人的太太佮伊安尼定定吼，拢因为有代志要佮交代吼，我哪有真侪接触的机会，安尼一日两日，愈来愈感觉这个囡仔真高智，本来是叫做囡啊。后来慢慢变成阿拉达西啊，你敢知？我感觉讲，这个少年啊，那有一种魅力呢。哦，这个少年啊呢，我感觉讲哦，人生安尼真有五芒，真青春，啊，真有活力，啊，这个囡仔有够赞。哦，你像少年囡仔、甲少年查某囡仔，拢有一种的，咱讲敢那亲像花在开，有一种芳味。哦，你咧接近伊的时候，感觉讲哇，人生足好诶，因为伊安尼，什么代志伊拢唔惊困难，什么代志伊都敢做。足勇敢的，有真侪特质，哇！这个主人的太太真欣赏嘞，本来是叫做纯欣赏哈，拢跟他讲啊，这个囡仔袂歹，安尼尔。但是慢慢慢慢，有当时啊，暗时啊咧困的时讲啊，那也拢无人陪我，我先生拢常常无得嘞。想想来讲，咱那个梦中情人啊吼，嘿，约瑟袂歹呢。哦，虽然唔是咱埃及的人，虽然是真实的奴才，但是实在是太优秀了啊。真是对我是足有吸引力啊！所以慢慢慢慢慢慢，即嘛时间久的时，然后叫做日久生情呢。时间久的时，嘿，这主人的太太竟然对约瑟开始有好感。啊，你讲，安尼小可算算呢，两人年纪当然是加减有差呢。哦，约瑟去干到的时，约瑟17岁，无可能讲伊这个主人的太太嘛17岁，那有可能？无可能嘛？哦，照你讲嘛，应该是差不多30-40岁啊。哦，所以照你讲呢，当约瑟。差不多20几岁时，这个主人的太太嘛应该是叫中年啊。但是你敢唔知影讲，一个中年的负责人，正是伊人生上界容易感觉空虚的时阵，正是上界感觉孤单，上界有需要有人来陪伴的时阵，偏偏这时因翁常常无伫咧，代志就安尼发生了。什么代志？圣经虽然无记载迄个详细的情形，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某一日。当约瑟在吩咐代志的时阵，可能有一日，当约瑟对主人的太太在禀报一挂代志的时阵，那发现讲，对这迄、那个主人的太太的目睭，敢那小夸怪怪，安怎怪怪？原来圣经记载，讲这个主人的太太用目睭啊，用以目传神呐、啊，用目睭在表达，咱讲目睭会讲高呢。哦，会讲高人的魂呢，
哎呀，用目睭在讲教，那这款的技巧吼，十七八回这个效率吼，无啥会样啊。现在做起来足歹看啦，哦，那国中生俩那他们以目传情，那干嘛看哩？那这款的吼，都爱迄个有成熟魅力，中年的福建人底下也有贵妇人，而且有气质的做出来，嘿，就有迄个威力啦。哦，你唔相信？你唔相信？你敢唔知咱台湾过去有一个小镇的故事，大家爱记哩？啊，丽丽有无？哎、欸，你卖看呢？迄真正有一套呢。迄两个人分开了后，后来无偌久的时，新闻佫刊出来，听讲结婚啊，一个丽丽结婚啊，去嫁一个，听讲是泰国的一个生意人，哦，甲伊差二十几岁。你讲哈，差二十几岁，他当然都要做老母去啊了。但是你看，中年的福建人，有当时啊对这个少年的一个飘撇的一个少年家有魅力无？嘛是有嘞。这唔是跟他讲，咱有国内台湾版，唔是跟他圣经有约瑟版哈、啊。这底下这个美国拍电影一个有出出电影叫做《毕业生》啊，嘛是有这个美国叫做好莱坞版，嘛是咧写这，都是咧描写一个中年的一个福建人，哦，一个妇女，当伊人生无一个目标，敢那规个拢足空的时阵。伊自然会去找伊爱情，伊找爱情，往往去找这少年囡仔，这是用咱用心理学来讲，一种个补偿的心理啦。啊，我愈来愈老，无人要爱我，要安怎？那有一个少年囡仔爱我，证明讲我还个少年，哦，这种心态就对啦。所以呢，总要去教因这个少年家呢。啊，少年家阵都血气方刚嘛，上面叫做干柴烈火，砰一个安尼，代志怎发生啊？真正有够可怜啦，无辜约束入到人个厝。好好一个总管做到一半，发生这个代志，竟然你主人的太太个勾引吼，啊，当这个代志到底发展落去，会是怎么款的结果？哈、啊，那欲知详情，一起后回分解。咱今仔这个单元要来回答咱所讲的问题哈，有一位观众提出哈，讲伊这个囡仔哈。讲这个囡仔，就是讲，伊虽然对伊真好，伊也真关心你，但是这个囡仔，敢那拢无改变，也袂用替爸母想，也袂用去体谅家己的老爸老母，敢那幼儿园拢无爱去学校，啊，有这个爸母感觉真困扰，甚至阿公阿婆也因为安尼，会冤家吼，啊，会安尼，感情无啥好吼，因为囡仔啊，爸母来冤家，这个，吼，我咧回答问题，你是咧吵声啦，什么人啊？调你搞不清楚啊！这嘛是我回答问题时间，啊！你当我这个舞台顶一个人这大菜，全舞台规片给我砸掉嘞，害我的这个影迷、歌迷、戏迷想要看我拢看未到，和你这个大口袋给我砸掉掉，无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哦。长难共回答问题，回答到一半，竟然时间无够，人这问题真要紧，人老爸老母是对这个问题真关心。我徛伫遮共回答，安尼也袂使哦。你回答，你爱看人是要问什么人啊？啊，这个问题呢，经过我昨暝一暝无困的思考，如今已经有了答案咯。安尼哦，啊，牛你讲，安尼无牛你讲，你讲，你有什么答案？你讲。是安尼吼，这个人老爸老母呢，因为囡仔教育的问题啊，也咧冤家哈，这差不多每一个家庭拢会拄到的困扰。所以咱这位新店的朋友哈、啊，你所拄到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问题啊，那唔免为着这个问题受过困扰。啊，佫再来就是饲囡仔，饲到种情形呢。一般来讲啊，就是需要父母用真大的耐心啦，尽量好嘴甲伊讲，啊，尽量卖甲伊冤家，安尼对唔对啊？对，哎，但是小老三，有当时啊，咱父母嘛是人诶，哦，你讲虽然讲咱好嘴甲讲，这大家嘛知，啊，问题你看到困到都什么十点啦、十一点啦，困到都得要中昼啊，啊，才咧起床。啊！你叫咱爸母去，跟他讲啊，你有听无？啊，起床哦，真乖哦，真正我，迄人我嘛做未到，你敢知？做未到，啊，想叫你饲个这种囡仔，这已经算不是一个正常囡仔，
那正常囡仔困到差不多七八点，那伊拢困到十二点，你就要接受这个事实，了解讲咱这个囡仔跟一般正常囡仔是无啥共款。既然无共款，咱就要用特殊的配方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是是是是是，安尼我有了解。好、哦，意思就是讲，既然这是个事实，咱的囡仔已经有这个问题发生，好、哦，咱父母都用爱更加大的耐心啦。袂当提伊甲别人正常囡仔避安就对啦吼，对啦。咱上主要囡仔袂当甲人比较，这个囡仔会安尼自暴自弃，无想要去学校，一定成绩无好。别人读有，伊读无啊。那安尼呢，伊需要更加侪鼓励啦。但是父母本身已经无耐心甲鼓励咯，所以父母呢上好去邀请有教会朋友来甲关心。透过同年纪的人啊，该讲鼓励的话咧，那呢，这个囡仔吼，伊若慢慢对家己有信心，自然伊就袂逐日伫遐咧拍电脑，因为拍电脑也只不过为着满足伊内面的成就感，安尼了解吗，老孙？啊，是是是是是，真有道理。有影，咱人活的世间，就是个成就感尔，也无啥物其他的物件。顶起，我敢有讲唔对？不是你说不对，是时间到了啦，别再去了，各位拜拜拜拜。